我确实从梁飞手中救过方彤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方彤，你说，你记得我曾经救过你的事情吗？小彤，你怎么哭了？对，天心说的都是事实。我前男友的确经常打我，天心也确实救过我，所以我一直非常感激他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因为太可怕，我不想让你们担心我。我自己也不愿意再想起他。我敢发誓，那个打我的男人真的不是梁飞。天心，你一定是看错了。方彤，你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？我明明看到视频里面的就是梁飞。对，有视频，那天天心救我的时候录下了视频，天心视频呢？快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。视频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了？那是唯一能够证明梁飞不是我前男友的证据。那男人伤得我这么深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那可怕的嘴脸。我怎么可能见到梁飞我还忍不住他来？天心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情。如果你讨厌我，针对我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是请你不要破坏以安的幸福。你说话凭良心，当时我看得很清楚，我还用手机拍下你和梁飞的视频。要不是视频不见了，你现在说的话根本一戳就破。够了，我求求你到此为止好不好？不要再破坏以安来之不易的幸福。你容不下我，我现在就走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你不许走，你给我坐下。你不坐下，要走也是他走。妈，田心也是为了以安着想嘛，他怕以安上当受骗。还有，不管是不是弄错了，天心是出于一番好意，这样子对他也太不公平了吧？你想，那么一个有心计的女人，你怎么还替她说话呀？那是因为我了解她，我知道她是一个善良的人。善良？哦呦，你想，你千万不要被她蒙蔽了，蒙住了你的眼睛，你都失去理智了，我不能由着你再这么胡来了。我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必须让他离开这个家。妈，我拜托你别再逼我二选一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少来威胁妈妈。妈，你别说话，我来跟妈说。你们怎么了？又吵什么呀？老公，你可回来了，甜心又惹事了。你看看，小童被他气的，他还挑拨以安和梁飞。我没有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还嘴硬，他对我永远都是这个态度，早晚我们这个家会败在他的手里。妈，我得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个家还不够乱吗？你们每一天吵吵闹闹，这个家还像家吗？爸，你听我解释。不要说了，天心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自从你进了这个家门以后，这个家就纷争不断，每天不得安宁。你总觉得这个家每个人都在针对你，你总觉得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。那么我问你，
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有没有仔细的好好反省过自己？